个杀手叫做阿姨，是国中啊的结拜兄弟。国中叫伊去，是要去保护伊。但过又过一个杀手，这是国中的丈人叫伊去，伊去是要这个红姑死。哎，实在是无情无理。一个老伙仔人遐尼大个年纪，是倒位去得罪你？你一定爱护死。哼，实在岂有此理，让人更怀疑。我已经甲阿庆处理好啊，等到你要告官的时阵，我阁甲伊掠过来做证人。多谢你，我真欢喜有你这结拜兄弟。若是无你伫个，我甲阿婆可能已经当抓到顶了。那安尼讲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只是我现在还有几件事情在烦恼。你是说要怎么做阿瑞的分配跟白芬芬配散，还有要怎么做才可以跟王老爷抓起来？现在最该做的就是跟阿瑞救回来，再来就要去台南府城告官。王老爷，安怎？有消息来呀？是，我已经探听到恁家世，还佫有迄几个人，目前住伫个城东山脚的一间客栈。哼，真好，好，你就找个人抓回来。是。吹着啊！哎，警察！杨家！搞放开！搞放开！免少想啊，阿公，是王大爷派你来。哦，唔对，听到，今人就乖乖束手就绑，无可能。准备阿我死，我阿伯可能受出重伤。别啰嗦，阿伯逃走。阿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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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我，听我，阿伯。你想，这敢有可能啊？你啥来？这么紧就知影我跟阿伯在倒位？这就是我的本事啊！逃走。是，行。小雅，你是安怎哪能把咱绑在遮？到底是想要安怎？想要安怎？我跟你讲，卡叔这个臭小囝，若是乖乖跟我讲，伊到底把迄个阿爸藏在底一丛树下，我就先把你烧死，然后我豆豆甲拎猪啊！你把我烧死，你嘛摕袂着迄个阿爸？袂要紧啊，只要你一死，那呢？都拢无啊，尚有十条，骨头还够啊！所以，我身上得到迄个阿爸都无重要，敢毋是咧？你心肝真正有够凶诶！好，你先放阿伯走，我等下就甲阿爸挖出来给你。莫来这套，我甲你讲，我已经无耐心。来。快有电话！是，等下，快电话，给我放开！我即马等阿爸出来，给你。我即马是安怎？你浪费我的时间是？不是，我等下你，我只给你乖乖给阿爸出来，给你。只要你莫伤害阿伯。别叫去！阿爸，迄、那个阿爸内底有真侪原住民的地契甲厝契，卡输若是无找到，那呢，咱这几年所做，你就白了工啊！阿爸，阿妹呐，咱先相信伊。假使伊若阁敢甲咱骗，咱才放火甲烧死，嘛袂慢啊。好，就听你的。
也不过，恁家两个小心进前，我想，咱先把阿刘的鬼魂处理淡掉，待未以后长眠告吧，要出什么问题？阿爸，你讲会着。那呢，咱即摆就请道长紧把阿刘的鬼魂除掉。道长，请。是。白青青，谢玲玲。在进行调理，走走走走走。好心不好，好鬼加当，急急如律令。希望我的判断无唔对，若无我嘛袂当原谅我家己。麦克连吗？麦克连吗？阿如。阿如，你的鬼魂总算出现了哈！老六，进来，为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是。阿姨，有鬼气！现在在我这家。这简单嘞，你也无对，是被国中和遐阿爸辛苦你，所以你一定在这。老六，是。你要怎麼才能救你啊？我敢袂当连你做阿母，做你的查某囝，同年的爷爷，你我是阿母的查某囝。阿母，多谢你肯认我。阿母，你是不是当甲阿母讲，有啥物办法当解救你？咱啊，咱永别啦，希望好死人。做你的查某囝，阿如，好啊啦，阿伯，阿如，跟走啊，你得卖个伤心妈啦，阿如。安怎你就是袂甲阿母讲，会当解救你的办法？阿玲，你听阿爸讲，你先等去厝。阿爸是咱一个不拉做的部组长，即马只有伊，咱替咱全国中因渡桥啊。阿爸，为什么你无爱找关老爷？派官兵渡桥国中就好啊，难道要找组长？这么拢什么时阵啊？二头车阿爷虽然够性命啦，我是惊管老爷今嘛为了要保全伊的官位，还佫性命，旁边就来教我，只教吼，把所有罪名塞我遮，我就害啊啦。我知影。咱绝对袂用冒这个险的。我今嘛，我要找组长，你紧等下。阿爸，你较细腻哦。就是不肯跟阿嬤說可以救你的方法，你現在在胡飛別墅，你叫阿嬤是要怎麼對得起你？阿婆，你別再這麼艱苦了，好不好？現在又說什麼，也都沒辦法了。是啊，
我先扶你去休困一下。不妹，这点不吃就好。梅儿，咱明仔搁待在这。是安怎？阮丈阿爸是一个心肝真强的人，只要钓是伊的人，伊绝对袂让咱活命。伊一定想办法找来到这，将咱除掉。有道理，那咱嘛赶紧离开这。阿爸，我拢有听到，咱即马就紧离开。就是王老爷派你来的。我把那大鹏啊，讲死，但讲不死，死就死，不死就不死，哪有这么多废话？平常心讲，你是咱观音的同事，我一向拢非常的尊重你，但是你做代志拢无照起工来，一世界拢在欺负阮原住民，无维护阮原住民的权益，干那一直贪污你家己的条码。处处拢咧陷害阮原住民，阮予你检举，甲抗议的书信，叫你你拢无插门啊！你是咧讲啥？我啥物拢无收着啊！你免搁啊假啊！恁丈安爸已经将一切一切甲我讲了，这背后拢是你伫后壁逼鬼。迄是伊甲你骗的，我会当就抓，我绝对无安尼做。就抓啥路用？事实摆在眼前，阮原住民的土地。把你强占了了，要你了钱，迄拢是阮丈人爸做诶，我根本啥物拢唔知影啊。干安尼？好，你也是够唔相信，我会当在恁祖娘面头前就抓，我绝对无安尼做。点抓我嘛是伫你面头前向阮祖娘就抓，你叫我点伊，这对阮祖娘是非常大的侮辱，一点分我刻心来足久啊。迄无共款，顶件是你爱我替恁家族买一个汉室，迄是犯法的代志呢。拢同款，你即摆看阿爸在倒，我起来交我，通摕王老爷。我无可能把这阿爸给你，我颠倒要把这阿爸摕去台南府城告伊。安尼，我只好把你的头挂落来，这摆款的作孽，永叔，出头！你最好莫自己找麻烦。阿杰啊，莫想着无辜。恁拢要抬恁啊，恁搁想这么济？你紧带阿婆走，你家己遐细滴。快叫走去！阿爸，哼，我要气死啊！上面把所有计划拢失败了。而且，陈国忠竟然决心要走去台南的府城告案呢？哪呢？这摆要安怎？阿伯，你确定代志？咱即摆只有去告还台南府城，才有机会咱告王爷。咱敢有可能外口好些？听讲哦，你三省按七来，我再补倒回来来搬嘞，甲你巡查咯。是啊，我从来捌看见遐尼大的官嘞，咱下晡一定爱来看闹嘞。好，我好要去。我已经甲伊引走，咱紧来好些。免，三省按七大人明仔下晡就要到啊，咱直接来查着过关。好，阿婶这边请。阿姨啊，你等下报我跟阿伯，较袂有啥物代志发生。好。等下，车停桥。大胆，你是要怎？我要告状。各
要告做，就爱叫无来，是去地方的公堂受过。啊，参大人的公务做无用的，咱耽误你闪开。大人，你看的是什么人？你大胆！你竟然敢在大人的官阶面前去乌白来！你已经甲大人讲，我要告做，啊，无我即马就甲刣死。你，稍等一下，派人保护阿婆，将伊押回去。是。小卡已经先甲阿伯来带伊去客栈，来甲要杀人的人，我伫咧大楼。嗯，今物就甲带过来。是。叫什么名？陈国忠。你敢不知影杀人是死罪？我当然嘛知影。既然你知影，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其实我并无想要杀迄个阿婆。哦？迄是何伟甲我炸，唔爱和我过阵。我只是心内着急，才安尼做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何你这么着急要过阵？回大人，伊是国忠。就将家己丈人把所有的犯罪事实，甲可怜的阿婆所遭受到的撇开，也佮阿爸内底所有的秘密，拢一一来讲予大人听。大人听完了后，就开始来问国中：这就是你囝杀人要查究过程的目的？是，因为我感觉这个世间真正是太无公平，要陷害一个好人。那想做死一只狗遐才简单，按过要除掉一个歹人，煞比登天较困难。你讲的好人是迄个阿婆，歹人是你的丈人吧？是，因为阮丈人吧恶势力伤过强大，凭我一个阿弟中，根本就无法度过。啊，毋是我假作要杀人。我根本就无法度向大人去告状，来定阮丈人爸的罪。你凭什么遐尼确定讲，本官就一定有法度定你丈人爸的罪？我早就听讲，大人，你是一个严办贪官污吏的好官，你一定会当定伊的罪。你讲了真清楚，我嘛听了真明白。也毋过，我袂当听你一面之词，就来决定讲恁丈人爸有罪。将伊带落去，传伊丈人爸来。是，跟我行。下官拜见大人。草民王天威拜见大人。王天威，本官问你，陈国忠是你什么人？回大人，陈国忠是草民借你卖的囝婿。大人，草民嘛要告伊。你嘛要告伊？启禀大人，那王老爷要告伊，下官嘛要告伊。恁两个拢要告伊，是要告伊什么嘞？大人，草民要告伊，杀死阮家的查某囡仔阿如。下官要告伊。唔，那是杀死阿如的杀人凶手，而且佫是一个欺压地方百姓的贪官。既然你拢知影伊是一个贪官，佫是一个杀人凶手，为甚物你无爱治伊的罪呢？请大人原谅下官的无礼。其实，伫王老爷来报案的时阵，下官就已经开肠审问过陈国忠，下官嘛真想要定伊的罪，但是却受到伊的威胁啊。
伊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通事，既然敢伫公堂之上来威胁你，唔是，伊是伫第一摆开堂了后，才威胁本官的。哪里你甲本官讲，伊是安怎威胁你？伊威胁本官，假使我若敢办伊的话，伊就要下官的顶死，先乎下官无命。所以，你就予伊逍遥法外。下官无能，下官不应该为着保官保命，煞予伊继续为非三族落去，请大人定罪。王天威，本官问你，原您讲的确实事实。回大人，拢是事实啦。原本草民大嘴讲，这个唐国忠是一个人才，唔带就入来做竞赛，也唔过草民后来慢慢仔发现讲，其实伊是一个贪官啊！伊唔然吼，将北部所有官员拢买通啊！而且伊阁做一寡伤天害理的代志，草民嘛常常伫苦劝伊，希望伊会当改过自新。想袂到伊竟然害死阮家的查某囡仔阿如，来警告我。伊讲，假使我若是敢阻挡伊升官发财，伊就要将阮全家伙啊全部拢害死。陈国忠既然这苦，恁就安尼放伊煞？大人，当然不是啊。其实草民哦，心内真惊吓，也毋过我就是找无所在通甲告，予伊治罪啊。一直到大人即摆来，我才赶紧来告伊。嗯，好，恁两个所讲的，本官拢知影，恁嘛拢讲了真清楚。恁即摆就转去。把陈国忠所有犯罪人证甲物证拢准备好，只要证据若确实，本官绝对会对处以极刑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请问大人，准备什么时阵要开堂审问？先免着急，因即卖所讲的拢是一面之词。本官认为这件代志并无单纯，等我把所有代志拢查清楚了，再过来做决定。是。蔡爷，你好，我为着要感谢大人对我的保护，我有煮一寡食，想讲吼要请你摕去予护卫，送去予大人吃。哦，好。大人，迄、那个阿杜你要送这啦，感谢大人。是碗粿，阮官上爱食碗粿。大人，稍稍等一下，出门在外，唯有大人安全。我是想讲，先互小夏检查一下。这样注意，有你在哦，我就放心了。多谢大人。我来去找梁伯。是。大人。
怎啦？哎呀，不要紧啊！啊，拄只吼切菜时阵，无细里遐少镜头啊切掉。这台不要紧啊，你看，倒这么侪血，这空嘴才清着。阿伯哦，一定会留一个足深的疤啦。留一个疤那有啥要紧？嗯，敢讲留一个疤你就歪掉啊？这边哪有可能？你是我上心爱的我，我哪有可能留一个疤歪掉你？你讲的哦。嗯。甲头家者，本官有话要问你。民夫唔敢。红哥。你是？我是明达啦。明达。红哥。明达。红哥。明达，明达，明达。红哥，你是安怎怕我？我是安怎怕你？你即马做官，请爷，连厝你都无，连某囝你都无爱。我无，我无，请你听我讲。我歹听。世间不快，你这尔残忍的查甫人，你放无放囝？你即马伫个做官，逍遥伫过日子。你敢知我这二十年来，谁在过日子的？红哥，我唔爱，你走。你别安尼啦，红哥。红哥已经死啊！你走，你走。大林，这是一言难尽，咱等一下讲。哎呦，啊，本来愈苍苍，啊，即马愈看愈明朗，啊，看起来吼，这个孙案大人就是这个红姑的翁，安尼，啊，你是安怎某放囝放？啊，你唔着敢那人个歌戏咧播迄出《单色丽欢干》？啊，即马是啥物代志？是安怎你会放某放囝遐济呢？今仔日红姑佫甲你见面，应该是真欢喜。可是红姑想到伊安尼，规世人的委屈，几啊十年伊全都当受去。啊，有一句话讲，圆人会变，变嘛会圆。哥明啊，哥明啊，洪老爷，你这招反败为胜的绝招实在太哥明了呀！一声。咱就拄着了心跳的大患啊！关老爷，你慢慢欢喜先咋？是安怎袂当欢喜？敢讲你甲我联手，还阁无法度治恁囝婿罪？关老爷，待会起个拄只暗杀大人，啊，咱准备啥？啊，到恁囝婿犯罪真正甲不正啊？是啊，问题是难干无？对吼，咱阁无证据。所有的证据拢伫迄个阿爸内面，安尼，安尼是安怎？啊，这点确实是我疏忽了。即嘛，咱找两条路通行。哦，对，两条路。第一，我即嘛是带人去厝内底，将迄个阿爸给挖出来，找到了后，我随甲毁掉，消灭证据。第二，你即嘛就派人想办法。甲族长的查某囝骗去你的官邸，甲掠去做人证，然后咱利用伊逼族长替咱写假的文件。好，事不宜迟，安尼咱就分条来进行啊。
大家听我详细，这片树林内底每一丛树啊，只要是还没学过，拢来学，一直学到树到阿爸为止，听有无？听。开始。你是要逼我写假证据啊？莫讲到遐歹听，咱只是合作尔。我哪唔肯啊？唔肯，你唔通袂记了，你的祖囝还佫伫我的手头里哦。原来你骗我的祖囝去看家，就是要佮掠起来，甲我凶案啊？唔是。我只是暂时请伊去我遐做客，阿叔我讲，你若唔答应跟我合作，好咧，我就把你的祖囝害死，然后讲你是甲党国中的共党，日本官逮捕你的过程，你有反抗，我本官害死，你莫阁考虑啊啦，安菜大人过无偌久就要走啊，本官还阁伫枫叶，而且。就是你的管老爷啊！啊，那变袂过呢？只要你好好跟我合作，无虾米骗面，让你的祖囝失相，你我明回去，不管爱你写，赶紧写写。大人，大人。你拢先去哈。是。洪哥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请你听我讲。你别讲，我无想要听。其实。头一摆我考试的时阵，我无考掉。迄时阵我足想要倒来厝的，也毋过我无勉强你，我忘记交杯甲你讲，所以我着就抓。三年了后，我一定要考掉，要风风光光足车爷倒来接你。想袂到三年了后，我真正考到进士啊！你去考掉啊！也不过你嘛已经变心，卖离阮母仔囝。无，我无。我考掉了，我足欢喜的，我就先转来厝的，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啊，不过我一到厝，我都找无恁。几过几过，几过天听，就是拢无恁的消息。所以，我只好一个人转去行城认亲，一直到做三省的安插使。你现在回来已经太慢了。你哪样在说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咱原本那个家已经破碎了，等候时间好嘛，给我当作送亲走去啊。什么？我当作送亲走？我不对，因为那个时阵你无回来，我阁无钱给我当作送。所以咱的后事就叫我当大嫂手去啊！既然有这种代志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更加对不起家宏。对不起有什么路用？拢已经二十年啊，我到今嘛都无法度找到家宏，我嘛不知伊今嘛到底是生还是死。所以你一点仔消息拢无，嘛不知家宏去予当大嫂带去倒位。无，我拢唔知。我敢那听陈大嫂的家庭讲，陈大嫂甲咱家父带去打狗。我只拢听伊去行个打狗，还袂到位的时阵，我身躯都已经无钱啊！我欠人足济厝租，所以嘛无安
只好甲甲你回去做人的奴才，甲这个钱还完。所以你才袂去王家，受了这么多苦。佮因为一个阿爸，伊要杀你。不对，迄个阿爸，我冇讲你，那你都是王老爷，伊犯罪资料。既然你嘛要讲，我拢知影。我一定将王老爷抓起来，将伊治罪。所有的人，啊，佮有你，一个公道。后事都无去啊！你还什么公道？不过，你妈安尼讲，你放心。我一定把咱的后事甲人推上来。你袂讲遐好听话，我这遐尼久都无法度找到家伙，你想怎有法度找到？妈，你若找到，再来讲。啊，那无。别别来见我！大林，大林，请你小代志。佮有甚物代志？麻烦你去甲土楼顶阿姨也讲一声，讲我要走啊。你要走？也毋过大林爱阮保护你，你袂当安尼就走啊？毋免啦，我一定爱走，阿姨也咪保护我。这，啊，若无你至少爱甲伊讲你去倒位，若无我无法度甲大林交代。你只要甲大林讲我要转去啊，大林自然就知啊。过这么久啊，为什么还是没消息？刚刚阿婆真正有孽，我常常要杀伊，不肯原谅我，不肯见我，为什么这么糊涂，这么冲动做这款代志？还是阿婆真正不肯原谅我，我唔得后悔一世人。嗯，真好，真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赞赞赞！哈哈哈哈哈！嗯，我要气死啊！那几个树篮哦，我差不多乌透透啦。迄个阿嬷哦，还是跟阮找无啦。你免着急，有官已经摕到族长写予咱的假证据啊。哦，我看有呢。真是的呢。哦，真好真好，老真哦，都免烦恼啊啦。派人用上急的速度送去打狗，送予洪山的知府大人。伊看完批了，自然就知影。是。禀大人，范老爷带人证、甲物证来啊。好，请你吧。是。三位，请。参见大人，这位是启禀大人，这位是巴布拉的族长大邦啊，也是受害的当事人。巴布拉大邦啊，阿哥阿哥，古人，参见大人，你嘛是受害者，大邦啊，受害者，起来呢，作完，转播转播，起来呢。这是族长受一名族来所受害的证据，请大人过目。您辛苦啊！咱本官甲这个检举函拢看完了后，本官会找一个时间开堂审案，恁拢爱随传随到，知无？是，大人。
请阿兰放心啊。总兵啊，你看这代志是不是真简单就解决啦？希望是啊。总兵啊，按照大人嘛有讲，等候伊看完你提供的物证了后，伊会阁选一个时间开堂审问。到迄个时阵，只要咱三个人的口径拢共款，把所有的罪拢送去达国中央。从此以后，咱就会当高枕无忧啊！啊，我走囝呢？到迄个时阵，自然就会放你查某囝转去。而且我答应你的，要把你的土地全部还给你，我嘛绝对会做到到。多谢。不谢多谢。以后我还有真多合作的机会啊！只要你会当好好配合，自然有你的好处。对啦，这下做有罪，但国中打有福，咱三个人同享啊！哼，大林，你拢看完了，你做这热心，下鱼拢同款，这一看。就知道是假做的。大林的判断是无唔对，这怎样看起来拢深深的，写的字也敢拢拢共款，绝对是有人临时写出来。是讲，恁是安怎要安尼做的？真简单，因一定是要诬赖给董国忠。顺续要脱罪，真正是受苦哦。林大人，有一位族长求见，请你入来。是。族长哪会过来啊？稍等下就知啊。族长，请。阿国君，阿伯，大人。阿母路大放假，拜托大人，把我关关起来。你是犯了什么罪，要本官把你关起来？都讲嘛，阿母，叫王天伟、甲关瑞亚，因家走起绑起来，用阮走起的性命冲啊我，叫我爱做个证据啦。证据？你讲这证据？是你假做的，啊！咕噜咕噜，我好白写。你是因为假做这证据，良心不安才来自首的。老板啊，是阮厝边良心，不良心袂使做害人的代志。我甘愿牺牲家己走假性命，我袂使对不起我的族人甲我的族人。真好，本官拢已经知影，本官要开堂的时阵。希望族长会当来。哎，大人，你唔通卡别卡无，不要紧，我随时拢会出现为大人做证人。好，安尼族长你就先请回，等候开堂审案。干啦干啦，多谢大人，我来去。大人，小可今麦就去解拢抓来。稍等一下，今麦族长已经承认讲这是伊假做的。伊嘛愿意来做证人，我要爱你去摕一项物件。是啥物物件？开堂审案的笔录。小可知影，若是有开过堂审过的案件，苏爷遐就一定有笔录。无唔对，你千万唔通打草惊蛇。阮官爱你点点啊去县衙找苏爷，调审问陈国忠的笔录。我相信一定捌审问对陈国忠。本官要办到伊心服口服。是，小可知影。家里，家里，家里，卖过两斤啊啦！阿爸，你哪会遐尔啊大声，而且甲你雄雄公公啊？我来讲，物件收收的，咱赶紧离开家啦。离开家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管路爷拄只哦，派人甲我通知啊啦。伊讲按照大人的号位哦，已经去管个谢书爷。要调新闻，国中这个案件变落安尼。国中是当时向有新闻过啊。
问题就伫咧遮，我甲迄个管老爷是为着要脱罪，啊，搁有下马高中，唔则联合起来串通，讲要欺骗这暗杀大人呢。你的意思是，即摆所有代志拢已经不空啊？啊，管老爷唔捌新闻过高中，当然嘛不空啊。哪咧，管老爷伊人咧？伊早都唔管咱的死活，先逃走去啊啦！吼，别讲遐尔多，你紧去收收的，我紧来走，也跑袂赴啊啦！虽然你已经把所有代志拢甲本官讲，啊，不过你的丈人爸甲管老爷将你所有犯罪证据拢摕予本官看，伊嘛甲本官讲，伊要告你。迄拢是假的，是伊要骗代志呢？你凭什么这么确定讲伊在骗本官？假使讲你若要洗清你的罪行，你就必须要提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讲伊在骗本官。有，我绝对有。我绝对能证明我的清白。我即马就带大人去乌迄个阿爸。哦，好，你就带本官来去。朱大姐，是安怎？咱头拄经过迄片树林，有足侪树仔下骹拢去乌。因为我甲因犯罪阿爸带了一张树卡，因之前慢慢用阿伯的性命来威胁我来遮乌过。好佳哉，去我骗过。大林今日来树林卡看到这么多空，就表示伊嘛想要乌迄个阿爸来毁掉证。所以你的意思讲，迄个阿爸真有可能已经去乌去。你安尼想要洗清你的罪证，真困难。袂啦，因为我咪甲迄个阿爸待在迄边的树林卡，我是待在较头前的树卡。你真有心，我一定安尼做。好，即马就带本官来去找。是。这张树卡，好，你进屋。阿爸在家。准备开动审案，是。就在大人下达开动审问的命令之后，何伟带着爷爷，紧紧就抓到了想要连夜逃亡的县官，而且抓到了王天伟因父女，阿姨也将大庆抓往公堂，踮伫咧公堂之上，也将挖出来阿爸以及族长的作证，人证物证俱在之下。王天威甲县官是当场俯首认罪，县官被罢官免职，同时王天威被判了斩首的重罪。雅玲甲大庆也因为是共党的帮凶，分别被判了五年甲十年的罪刑。族长也因为作证有功，不但救回了查某囝，嘛摕回了所有的土地，并且幸福国中的清白。阿姨也为国中伫咧欢喜。阿瑞去，哎，要你，跟我行。多谢大人给我前辈。唔免客气，我要带你去一个所在。
即摆咱还阁会当徛伫迄车？阿母，我无魂飞魄散，我是做观世音菩萨去厦门修行啊。安尼真好。啊，对啦，阿如，啊那呢？你是不是当甲阿母讲，现在冬初时，你唔肯甲阿母讲，会当救你的办法？因为迄个时阵，一定爱有一个人马上为我死，安尼才会当救我。也毋过我知影，我若是讲出来，毋那阿母你会马上为我牺牲，就连少爷，也佮有阿二兄，伊一定嘛会安尼做。所以我若是讲出来，你嘛安尼做啊？安尼，我是毋是太自私，对你嘛太残忍嘛？原来是安尼哦，你讲了无唔对，我还佮有少爷、阿姨啊，阮三个人拢心甘情愿，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代志，所以我才无讲出来啊。好，阿母拢知影，啊，代志嘛过去啊，你即马吼，既然会当去厦门修行，安尼你就爱对观世音菩萨好好修行哦。阿母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对菩萨修行，以后我嘛会随时保护阿母哦。你家姐嘛，还阁想讲要保护阿母哦？你有影哦，好阿母就甘心的。阿母。因为你是我上爱的母，我是你上爱的查某囝。好，好，好，您永远哦，拢是阿母的宝贝啊，好查某囝。阿母，即马既然你已经知影，以后你嘛会当放心啊，我就会继续当去修行啊。好，你哦。好好啊，修行。那呢，你放心，阿母一定好好照顾我家己。安尼就好，我来去啊。感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多谢你会当和阿如带你去修行。什么所在？我哪会这么熟悉？我参像个有住过这的。是哦，你看到底是什么物件？是花粿。大人，你是？你莫问遐多，你先吃看麦啊。是沙白花粿，有故乡佮阿母的滋味。是安怎？你敢若食一嘴，你就想起故乡佮阿母的滋味？这是第二摆。第二摆？是啦。第一遍是我去偏乡酒店的时阵，阿婆做碗粿给我食。第二遍就是今嘛。是安怎？我这么普通的三文鱼花粿，会让你想到故乡甲阿母的滋味呢？我嘛讲袂出来，我唔知影要安怎解释我心肝内一种熟悉的感觉。一碗花粿是真普通，啊，不过三文鱼做的花粿，就是无同款，嘛真特别。好，来，爸甲你试。收起来啊！
总算想起来啊！我是什么时阵吃到三百元粿？你是伫什么时阵吃到一碗三百元粿？伫我细汉时阵，原来伫我细汉时阵，我伫他们家吃过我阿母做我吃的三百元粿，啊，过我阿母的手顶头啊，这是伫我给人手走的时阵，我阿当。安尼，你认为这碗碗粿还是谁做？虾婆。因为伫我去平阳酒店的时阵，阿婆伊做我食碗粿的口味是一模一样。原来你真正是我阿婆。你真正是我阿母，国强，你直接等我。哥，我已经找到你的后生啊，你即马就跟我来，我将你的后生。还好哩，国忠，伊就是找你找二十年。拢找无你的亲生老母，哥，可怜的哥，阿母，你今晚的我，变成我了。我已经能找你二十年啊，我们哪有可能袂你离袂原谅你？阿母，我对不起你，是袂到你对待我的身躯要这样子，我完全无认出来你是谁，靠你吃烟真苦，甚至我人为着伊个偷鸡鸡阿妈，搁还希望追杀阿母，我真正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母，阿母一世人绝对袂阁予你离开我的身躯边。我嘛袂离开阿母，我袂好，有阿母，弥补阿母。乖，卖阁讲这样吼，紧来，紧来领阿爸。阿爸，大人，都是你的亲生阿爸。大人，是我的阿爸。哦，不对，我就是离开你十年，拢无回来，你的亲生老爸张明达，这就是我后生张家豪。这是什么情形？讲起来，我跟你同款。迄二十年前，我要上家户口的时阵，同款食到一碗这么好吃、这么难忘的三百元花粿。大人，我吃过三百元花粿。这是红山。地府内面写的我的背后，内面写了足清楚。咱大嫂嘛承认啊，伊就是当初伊抱走的张家宏。伊甲你抽走的时阵，伊甲你改名换姓，叫做陈国忠。后来，咱家发生真多代志，伊才将你卖掉。你，就是我的亲生后生。张家宏，原来我就
是张家红。那呢代志，你是安怎会想要用这碗沙白的碗粿，把我的弟弟找倒倒来？这讲起来，你一定跟我同款，无可能袂记这沙白的碗粿滋味。虽然你用手走的时阵只有四岁，啊，不过我相信，只要你是张家宏，再给你吃一摆三杯银花粿，一定会将你的记忆收起来。果然，跟我约的无唔对，你真正是家宏。无唔对，就是这碗三杯银花粿，让我想起来故乡。阿母的滋味，想起来就好。今日，今日恁阿爸，今日见过阿爸，多谢阿爸，替我找着阿母。好，真好，赶紧起。讲。所有代志拢已经清楚啊，咱一家终身团圆啊！以后咱会当好好过日子。啊，还阁有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甲恁讲。什么好消息？阿母吼，又来甲我讲，伊并无被灰灰劈杀，伊是地观世音菩萨。去厦门修行啦！真是的，安尼实在足好诶。明仔吼，阿母就带你来去断崖遐找阿如，咱应该对阿如哦做一个心梦，好好啊来感谢伊。对，这是一定爱。台湾好朋友，啊，阮这个结局你有满意无？阿祖哦，实在哦，搞我真恼急，想要变一挂较不一样的吼，啊，甩开这种传统。可是我觉得你不买单呢，我们又做回来这种比较民间的传统故事，你还满意吗？哦，我们这个萧慧也很努力的演出这个戏哦，真正靠能追档的把赛。要不要感谢哦，这个人啊，这罗志峰，虽然哦你也搞偷照。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你哈，他这一次啊，要去比赛啊，他带了二十几个国手，啊，一路最后一站会到十一月哦，在香港有个世界杯的跆拳道比赛，所以在比赛之前我就要求说你再来跟我们演一集嘛，因为他跟我们里面都是好得不得了的好兄弟，所以他也真的是。你刚安尼物件放咧，都去坐飞机啦，所以非常感谢。还有王教练，你搁甲恁咧六岁煞带来，这摆吼有一个七岁，这个黑带两段，真的，伊一个会当拍死个大波浪。我看了这么麻的错，本来对迄个小童星看了也惊，也没有想到说一个七岁的小孩子武功这么好。所以说，这个王教练，你哦不用咱。未来国家在选手，实在台湾爱感谢你哈，啊，佮感谢你定来来伫个遮吼，甲阮客串吼。啊，即摆吼，我会当安尼充分讲到，甲一个感谢单位哦。这是咱台北市电影委员会，还佮有是台北市文化局，还佮有台北文化基金会，还佮有是咱台北市政府。阿个林安泰不错，阿无恁在单位吼，甲阮帮忙吼，阮真正揣无外景啊。这个林安泰不错，他有街道，他有花园，他有假山，真的是进去要什么有什么。甚至咱在咱在阿妈啦，还是讲妈妈，你感觉我咧拜时啊吼，啊啦过道啊，咱来甲看看。
让咱的囡仔知影讲哦，咱过去咱的阿公阿妈住什么种的厝，哦，不是今麦电对户的就起来啊，没有以前哦，没有连二楼都没有，很少。这个临安赖古厝会当一次又一次啊，这份殊荣是因为阮的规矩嘛真好。我还记得他们派出一个管理员，我还在想呢，我不知道你什么名字，我记得你的好，所以说还是非常的感谢。啊，我下一次要搬什么呢？哎呦，你足期待啊，定甲我问啦。没有错，我们这个戏除了小孩子有很好的武功，还有一只很可爱的白老虎。西中光明特别朋友讲到这，你知影什么无？我后一集要所做的就是，青波夫人杜石湖。以上节目由威马书培书力士冠名赞助播出。